人的身体多神奇，跑个500米吧，累够呛，光一天结巴，身强体壮，凉水洗完冻得发抖，冬天穿丝袜那屁事没有，记忆力不好吧，方向感还差，翻起就站吧，一样不落。最主要女人一个月流血7天还不挂，你说这样老爷们怎能不害怕？